咦有个咩五 D 啊？五 D 啦。要不要穿个古装拍照来吧？拍一个包蛋的，要不来一个呀？要不要穿个包蛋的来拍一个？可以上来了吧？好，方便出来玩，安全第一啊！完全要自愿的，既然大家都不愿意上来，来，小伙子，看你了。朋友们能看到小伙子手上拿的是一根萝卜条，我用我手中的刀子呢，分三刀，一刀一刀的把手切断啊！啊，你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赶快赶快，快快快快！行，再晚一点就切完了啊！来，你再拿着，蹲着蹲着蹲，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姿势架势像点炮仗一样的啊！那么紧张吗？来，这样拿好拿好拿好啊！没关系，放心好了啊，最多切一下。哎，用这个刀切三刀啊，一二三到这儿啊，然后四五六到这儿啊。当然，这是越短越危险。来吧，第一刀，第二刀，第三刀，怎么样？好，还要不要再来一刀？再来，再来。既然大家喊了，咱们再补一刀，往前，来往前啊！对，这才是关键的一刀，萝卜短，一不小心容易切到手。还要不要？该你了，哎，别走别走，下面还有，下面还有，哎，来坐下，坐在坐在垫子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。哎，对，面朝这边，哎，面朝，把腿伸开，腿伸开，双腿伸开，就对了啊。来吧，这个放在这儿。哎，飞手紧张，飞这里不怕，同样这里也是被单下啊。一二三，没关系的呀啊，到这儿。常言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失手的啊。那这样一失手，朋友们都看到了啊，他可以说是刀刀要命，那你会后悔上来的了，老大哥啊！来，第一刀，哟嘿，嚯，这第二刀手一滑，看到没有，飞得稍微有点靠前了啊！第三刀，大家说飞不飞？飞！来，你们的掌声在哪里？给这位先生鼓励一下，壮壮胆啊！哎呦，来来来，大哥，行了，谢谢谢谢。多谢捧场啊，非常的感谢，来朋友们掌声掌声欢送一下。好，下面为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死神，来一块木板，这个要放在一块我的胸口上面啊，六把刀飞成一线，全部飞到木板之上，爽飞，再高一点，再来一点，走，十字开花。
这口一刀这叫非常灵敏。下面再为大家表演一个准确度更高的一个动作，刀飞小环，来，哎，一个小环，这个要放在小伙子的胸口上面啊。这次的六把刀要全部扎进小环之内。好，哎，非常的准确啊。这是个百发百中，来，别来。好，再准备大家变成一个小的啊，飞刀表演。下面咱们换一个大的，飞斧头。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斧头呢，它不单大，而且非常的重。这个别说砍到身上，它就是砸到脑袋上，也能把人砸的是头破血流，所以说更加的危险啊。来，首先为大家变的是远程飞斧，飞斧短花，来吧。再来一个。好，来用斧头子技巧。好，好，六把斧头呢缠到木墩上面以后，入木三分，非常的锋利。但就这样表演没什么意思啊，下面还是要用真人站着拿斧头来看。来，各位，看有没有哪位先生、哪位帅哥上来试试的，有吗？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小伙子，行，你来。哎哎哎哎哎，这你别，不是让你上来飞的啊，来你站上去，我来飞啊。哎哎哎哎，不能跑啊，来吧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人上来了，有点紧张啊，没有听清楚。来吧，帅哥，这样啊，既然上来了，就希望你坚持到底，别动。实在紧张的话，可以把眼镜闭上，但是不准跑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是你自愿上来的啊。一切后果自负。当然也请朋友们放心，这个节目的准确率很高，它的准确率是60%啊。哎哎哎哎，这好不容易忽悠上来的，你想跑是跑不了了啊。来，帅哥，你的朋友在哪里？啊，那边。你还有什么话要给他们说的没有？没了，那行，我下手了啊。第一下是下面这个部位，我先试一次，找找感觉怎么样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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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这千万别动，你一动我一紧张，万一要是失手的话，那你这里今天一下就完了啊。来来来，朋友们，大家掌声掌声，给小子壮壮胆，鼓励一下。哎，来，给他拿个东西保护着点。哟嘿，你在哪找个这安全帽？嘿，最担心这个部位啊。行了，谢谢谢谢，多谢捧场啊。哎呀呀呀呀，吓得脑门上都是汗，你说这是。好，多谢大家捧场，本场表演到此结束，祝大家玩得开心，下场再会，谢谢。小女虽无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却也才貌双全，琴棋书画是无一不通。今年方28，待嫁归州，承蒙大宋皇帝的恩准，特在此搭彩楼，抛绣球招婿，还望优质的青年未婚男子，请你们聚在楼前。我家小女马上出来。秋香来了。青小姐，老爷，我家小姐从小到大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今天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英俊潇洒的公子，我家小姐害羞的都不敢出来了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，今天那皇上恩赐的大喜之日，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，快请小姐，乡亲们都等急了。是。
老爷。逢喜事精神爽啊，瞧把你高兴的，小我含辛茹苦把女儿带大，如今小小以后啊可就是别家的人了，这样我能放心的下吗？哎夫人，这男大当坤，女大当嫁，乃人伦之礼，自古皆然，夫人应当高兴才是啊。老爷，您是一家之主，那就全凭老爷做主了。嗯，官家在，还不快请新姑爷出来见过众位乡亲。小把你心急的哟。不来夫人，新姑爷在，黑打棒马上出来。好，乡亲们，这位公子已受王家的女婿了，乡亲们看我这位女婿怎么样啊？很好。来，贤婿给乡亲们说几句话。很高兴。女儿，看看还满意吗？全凭爹爹做主。嗯，满意就好。不过老夫好几句话想要问问我这位贤婿。贤婿贵姓啊？姓杜。杜公子，今年贵庚啊？不记得了。小生今年23。些许这个年龄和长相好像有些不大般配啊。以前在家中读过什么书，得过什么功名没有？读过幼儿园，学会爬车。请买账证明，白纸一张。些许今后应当多读些书，争取功名，今后咱们便是一家人了，该如何的称呼我呀？岳父大人。岳父大人。嗯，好。哎，等等，老爷，老身还有几句话要嘱咐些许呢。夫人请讲。些许呀，从今天起咱们便是一家人了，下面就由老兄来告诉你我们王家的三从四德。所谓三从，便是老婆命令要听从，老婆外出要跟从，老婆指挥要服从。些许你能否做到啊？听得明白，做得糊涂。好了好了，夫人别把些许吓坏了。乡亲们，今日老夫得以嘉许，心里也非常高兴，晚上我要大摆宴席，到时还望诸位乡亲多多捧场啊，请大家先吃喜糖。新的新娘请拜堂大礼。
落望完就呢啲啊，唉，細路都中意啦。打死了没有？打死了，奔回家去！把老虎皮，吃老虎肉。
Thank you.
明明啊，哎，哎呀，恭喜！走。嗯。咦，未得嘅？6:30哦，系喎。